三宝起火了。师傅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轻松飞出去？飞弹不能飞出去，还要爬着出去。啊，三宝呢？师傅，你不是说要爬着出来吗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耐心的心？师傅，这可是什么字？这个还是心，耐心的心。长大后，哎，你来看这个图片怎么发？你就按那个发送键就可以了。看似不会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和你说了吗？长辈多一点耐心，就像他们的